纪念，就是让婆婆，我们现在婆婆呢，啊，以外啊，就是让啊纪念亚洲在台湾啊啊文化啊也蛮受点纪念。啊，在这样子的啊纪念里头，还有看这样，这个大家有看到那照片，啊，有我们那亚洲那在台湾的那照片，在第十一页。有没有人没拿到？十一页啊，是我们那西亚东啊带领啊，跟那个就跟着我们那西亚东去带领生产在结界的时候啊，会提的那照片。啊，我们那西亚东啊是啊八号，就是啊最早期的那禅修者，也就1980年代啊就到那八号禅点，啊1992年成为最早期的啊八号的，就是就八号西亚东时候的那最早期的。那禅师也是啊，在八号里头啊，最早啊，那开创那分院的那禅师啊，也是啊，在缅甸啊，政府有授予这个啊，像上大禅师这样子的，那我们就他干嘛？干嘛他像一样这样子的那努力？爱西亚多啊，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就是西亚多是2001年来到那台湾统一台湾的佛法，爱是啊带领。到场，到这个带领到场，到这个开始那森林禅修，他2011年啊出城啊，开始这个那结界。我们在13页，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西藏的带领。我们在那啊，在金的禅里，我、哦、这个是一个那一堂园的那地方，啊这个地方啊是那插下那教室的那一个啊历史的啊场景。啊，我这里来看啊，这张照片啊，2004页，这个是啊，西雅图大理啊，啊，在这个啊，哦，利佛，利佛这个啊，奠基的那一个啊地方啊，阿姆达讲师，西雅图在他的那功德，当然就跟他学习这个法师的，就是啊，有那意念啊，啊，这个可能就是啊，他们简单的跟大家那介绍后面。有那文章，大家可以参考。我们那里好像是第二次李老师他叫我先让他讲，大家都在讲这个风格的。感谢观景观点为大家做一个开始。那我们中午呢12点半到1点半呢有一个开放性的座谈，为大家可以来自己参与来。做更多分享。那接着呢，我们要邀请成功大学的林朝成教授呢，他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个机会，这个机会来亲近佛法那么对整个佛法的法义呢也有熏习的机会我们今天呢大家要跟我们开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缘那在这边我们另外呢也是在2010年呢那么成功大学呢因为种种的因缘非常殊胜的因缘那么跟关进关进比丘呢那么可以邀请浩禅师呢来台然后呢学法成大那在这个跟在学法成大之后呢我们可以呢那么接受法义那么研讨佛法的教义那么在浩禅师的教导里面呢那么他是非常慈悲的来跟学者对话然后呢把这个法呢那么传承下来所以在这样的因缘呢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欢喜充满那之后呢我们在整个修行上或者呢那么真的布施上呢那最重要的就是布施所以浩禅师呢开始呢在学法成大的时候呢那么都亲自带领着禅修那么这个禅修呢也让很多在家中或者佛教的亲近者或者佛教的学者呢那么可以呢真正一个那么出家中的生活所以办了短期出家等等这些呢让大家那么把佛法呢真正落实的那么追求的目标作为内涵的因缘跟内涵的目标这个都是对我们呢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的佛教的环境呢有一个这样的导向呢它是非常清新核心跟切要的所以之后浩禅师有几年都亲自来做这样的这样的弘法学法成大那我们的大长老呢也都那么跟随或者主持来殊胜呢种种这个学法成大的因缘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呢2010年所以也过了10年非常高兴说有这样的因缘呢那么来在台湾让上座部的佛教呢能够住持在台湾植根在台湾这是我们非常那么觉得呢幸运的有这样的机会那对于佛陀呢也是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呢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子亲近佛法的那么这样的时机而且呢能够亲近无法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所以我在此呢要表示呢以这样亲近功德呢那今天呢就是大长老呢顺便亲自他的生日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大的因缘跟喜悦以此呢作为我们非常因缘谢谢大家萨度萨度萨度谢谢林道成教授给大家的说明学术界来尽一份心力呢为植根上座部植根在台湾的尽一份心力呢这个是在台湾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大家继续支持学法成大。我另外是他的不是我李老师跟等一下的事情所以他先讲。关于这个让一部让纪念他这样有几点特别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小佛开始这个让是瀑布那佛陀的让教导。
啊，这个呀，出家人啊，也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跟啊学习啊。那为什么特别我今天在这里啊纪念啊？当然啊，就是啊，是我们啊是这样有机会我在台湾这块土地啊这样子，在一个地方啊这样子学习啊，也是持续啊20年这样时间。我想啊，还得想大家可能都是啊会啊了解啊，当然这是我们这一块土地啊特别。音乐啊，另一个就是啊，第二点是让透过啊，是让哭啊，居家中啊，自然的那样生活。但是啊，有时候在那样活泼的那样学习里头啊，它变成那样生性的那样学习啊。当然，有时候是那样心中啊，成为那样静的。有时候啊，那样活泼也变成了某种是一种小小的，是大家那样生性共学啊，同欢。在这个那教外人士的这个那世界里头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学习啊，不止弘扬那佛陀的那教法啊，是因为啊，这个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啊，是那这个托钵的那音乐是还在那学习成长啊，所以啊，有那信众来当敬人，还是啊，大家一起啊。来那参与变成一个共同的那学习，乃至啊在这个土地啊跟啊这个啊教外人士的这个互动啊，这样形成一个类似啊一种盛会，还是啊小小庆典这样的那方式啊，这是啊会有这样的啊透过这样声讯啊同行的另一个啊音乐啊。第三点就是啊，是那透过是那生活的。透过是生活的，而且那也是那每天的。以前啊，在讲这个地方啊，来实际上道场是有几乎啊，那天天啊，那个是那快速那通过。当然现在以在这个场景的例子来是啊，几乎啊就是啊，只有那周日通过啊，只进行那没通过啊，这是啊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好的那眼前的那限制。啊，是啊，如何将啊禅修有一个真正啊可以啊禅修啊生啊可以安住啊是可以啊受持啊戒法啊大众可以共同啊修学啊有真正在生活中获得的那因缘啊，这个啊是需要这个啊有待于大家的啊努力还有智慧还有功德的人来啊成就。如果啊是有这样子的。那一念他的感觉啊是那非常的那好。还有啊，假如是我们这个那托钵啊，第一个啊就是啊对参与的人可能就是啊意念我们自己的那功德，也是啊那有意念让大家可以那随喜啊，在这个啊这个一个简单的纪念，在我们的这个本子第三页来开始有简单的那简单的大事纪啊，这个2000年。在这个地方开始啊，相关的一年我们有一个一年2007年在八五村庄啊托钵啊，那时候啊有那台湾的啊缅甸的长老大爷啊，有好几位台湾的那攀登那一起那参与啊。接着第四页，这个是啊2008年那八五西安说来那台湾来托钵大爷的那照片，跟我们那封面啊是那一样啊。接着的那一张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以前那知性长老，还有啊为首啊，我们的其他都是那因为知性长老就在这里用的手，所以他在那前面啊的那身法啊，比啊旁边的透过照片，他、啊、这里有那陷阱，我们这个陷阱啊，哎、接着那透过的。照片就在第五页，这是啊，其他的大理在归人，在那个金的产品这个地方，啊，获得的那照片，这个金人是我们的那个啊领袖啊，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一点。那在第五页的那下面就2012年是其他的大理的生产，哎、啊，由山上啊山下的那波波的啊照片。接下来在第六页有这个啊，就云大长老，那2014年在那个在
那新春的庆典之后啊，啊，在新别通屋啊，在这个啊春雨寒冷的那种日子，那这个啊通屋的啊照片啊，下面那一页是下面那一张是我们那个安德烈西亚宗啊，在2017年啊在带领那通屋，那时候有一个那庆典，可能都还有那也有啊参与啊，这个右边是那个。那书法他的那啊崔喜啊是那啊那控制那个西亚的那波啊，这个详细的内容他在这个文章啊有，那就是有兴趣的那网友啊可以参考啊，就是啊他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个托钵的那经验啊，这个关于那托钵的那经验啊，下午那会有一个那座谈从。12:30到那1:30哦，那欢迎啊，那大众啊一起那留下来那啊座谈哦，把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台湾的啊耶稣者耶稣长老来参加，到那李仲法师也欢迎大家参加，还有那吉隆法师也是可以特别留下一下，我们吉隆法师也是我们在台湾里头上过去的弘扬，那最早的。我们在讲堂2008年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港厅堂，以前可能在台湾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正式的港厅堂，这个旁边不晓得，而且大家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做加山，大家要港厅堂就是那吉隆法师来带领来那个邀请这个东港厅堂加山，所以我们开始来跟那港厅堂姻缘的那种成就啊，在台湾我这样子的那种啊弘扬故事啊种种的那姻缘啊，向吉隆法师也留下来跟大家。好吧，好，那我们下午啊，那12:30到1:30哦，有那更就是更就是这个主题，你会核心的那分享啊，沙沙沙沙，感恩。